将小酥肉要怎样做才又香又酥脆？到底是用淀粉还是用面粉？炸酥肉首选还是五花肉？而且只要尖尖上面这一层，因为它肥中带瘦，炸出来的小酥肉又嫩又香。全部切成小指拇尖尖左右大的一字条，放点盐巴、胡椒粉、两瓢料酒、一把花椒和一大碗葱花，抓拌均匀，腌制十分钟，不需要放什么鸡精味精，原味才是最香的。小酥肉酥脆的关键都是这个脆皮糊。空碗里面倒点小酥肉专用粉，再打两个母鸡蛋搞均匀，干捞豆加水，清捞豆加粉，一直搞成这种酸奶状，再加一瓢酥油搞均匀，炸出来的小酥肉都会又酥又脆。那些都是细节，很多人都没说，你们跟着学都很容易搞翻车。油温烧到六成，再放入小酥肉，一条一条的下锅炸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我都是想要一个免费的小红心，非常感谢。保持这个温度炸大概四五分钟，炸到表面金黄酥脆，再听声音，不需要复杂，直接出锅都可以开蒸了。外酥内香的葱香小酥肉做法也很简单，学会了全家都夸你是大厨。